么客气呢？哎呀，不是接你，接小萌。小萌搁国外要回来了，他没瞅准，炮了就给放了。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，你这时候来干嘛的呀？还搭一挂鞭炮，你说这。大伙说一下，这个香槟呢，一会儿会有气泡喷出来，这个气泡喷向谁，就是对谁的祝福，谁就是今晚的主角。喷香槟了。这么凉了，兑点水，快点！这事儿成多了。哎呀妈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妈呀！你干啥呀？啥玩意儿？我干啥呀？你要烫死我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，这都红了。这搁哪烫啊？这搁哪烫？这烫吗？这烫吗？你那是手，我这是脑瓜皮。我这头发本来就不多，这些去年都长出来点的，让你就这么给我烫没了。